主播，这包油菜多少钱？那太贵了吧？嫌贵呀？那给你两包。那还不便宜呀？那我给你三包。呀，主播真大气。大气是吧？我给你四包。我和你粉丝啊？我粉丝啊？那你肯定知道啊，咱们家鱿鱼仔都是新鲜鱿鱼制作的，开袋即食啊，个儿大饱满，口口能拉丝。哎呦，吃的又香嫩的，里面是满满的鱿鱼肉和鱼子，那西边的凉菜吃呢，配着啤酒真好吃的。你这样来我直播间，还有惊喜。